嗨，我们南关社区大学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欢迎来做客认识客家音乐文学课程老师。新冠疫情还是非常的严峻，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做好防疫的落实工作，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戴口罩。如果家人有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也是一样，最好戴好口罩。出门去一定要全程戴口罩。最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每天一定要量体温，还有手部要保持干净。你可以用肥皂来洗手，你也可以用酒精来消毒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，我们社区大学是停课不停学，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南关社区大学的大家庭。